高云翔，因在《芈月传》饰演义渠王走红，影响2018年在澳洲卷入性侵案。虽然2020年获判无罪，但仍无法挽回形象，他也因此淡出演艺圈。而近日他罕见晒出多张近况照，只见他身穿绿色上衣，戴着墨镜，绑起头发，身材圆润不少，跟过去帅气模样判若两人，让人几乎认不出来。许多网友看到后纷纷狂酸，邋遢又不好看，还是回到以前那个帅帅的高云翔吧，这个造型不适合你，你这是放飞自我了吗？不过也有人支持他，开心就好，这样很好。另一种魅力，经历过后的沧桑感，以及对生活的放下与自己的和解，专注自己，加油。Thank you.